安怎？唔是要去银行问创业贷款的代志？因为你告诉你家己走，我等我。但是咱女朋友，你放袂记啊？我当然无放袂记啊！啊，只是我想讲，咧赶时间嘛，爱较早确定资金的状况，啊，大家先再安定，啊，就莫计较遮的细节啊，好无？ 你讲有嘛有道理啦，你是因为我的代志在烦恼，是我造成你的压力。咱之前有讲好，你在烦恼的时阵，我拢会替你护花，安尼你的心情会变更好。你应该无放袂记。这想过未来话，啊，这些变怎才袂突出？ 这么重要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放袂记？多谢你的魔力之手，真正让我心肝头的感觉好足济啊！你确定？其实拄则我是超过伊讲颠倒病的，我想要看你的反应是啥。之前我心情不好的时阵，拢是你替我暖我的目头，让我心情变好，甚至无偌久之前。 你搁我约我去学校，迄个时阵你搁会记个啊？我当然嘛会记，啊，只是我拄则咧想其他个代志，无真少听你讲个话，你莫计较我个语病好无？晴天，有时阵我感觉你离我足远个，足差分个，有时阵。 你阁是五年前迄个眼中只有我个朱晴天，白白拢是你。是安怎你有两种无共款个性啊？你敢会当甲我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若是是我个问题，我会当改。依琳，你真正想伤济啊啦！我对你个感觉共款拢无变啊，有可能是我即个人较含慢，无法度一心二用。 啊，头壳咧想其他代志时阵，着顾顾着身躯边的人的感受啊。干妈呢？啊，不过我感觉你……啊，是电视台学姐敲电话来啊，伊伫想要问橘子山宫灯会报道的代志，我先处理一下。喂，学姐。那会感觉晴天拄则表情有淡薄仔惊吓。 伊敢是阮无啥物代志，无互我知影。多谢学姐，安尼明仔载我就甲报告放伫你桌顶。好。晴天，你有伫遐无？我拜托你紧出来啦！你若是有伫，回答我一下。 晴天，你总算是出现啊！你今来到啥工啊？若无你的男朋友就要看破我的脚手啊！你若个毋是要去银行办贷款，就拄则一林超过伊要试验我，啊问我恁两个单独相处的时阵讲过的话，我哪会知影遮尔济细节，所以就突出啊！啊，你紧来救我，若无我无法度安待一林呢。好，你等我一下哦。 安姐小姑姑，你莫烦恼啦，一林交予我应付。嗯。甲小姐讲完啦，无问题啊。当然嘛，无问题。安怎？你在烦恼我？啊，对啊，啊，拄则接电话之前。 我未甲你的问题回答完，你即马心内有啥物疑问哦？我会当问。
我拄着想要讲的是，你有时阵对我若即若离，有时阵阁真正常，甚至我感觉你有两种无同款的个性。你是不是有双重人格？汪依林，你太有想象力了啦！啊，我就是朱晴天啊，我过一段时间啊。啊，不过我的晴天绝对袂用迄款眼神看有妖哥啊！你应该甲伊无直接着啊，才有顶届浪浪员，伊个拄只伫个文耀哥咖啡厅，我拢有注意着。你看伊个眼神，拢是一种同情、唔甘、怀疑咯，就是真复杂的感觉啊。你咧食醋啊？你莫误会啦，我对伊的唔甘，也是同情的情绪，迄是因为伊到今嘛也无法度甲安吉小姑姑放下，而且因两个今嘛阁阴阳两隔，永远拢无机会阁见面啊，所以我只是感觉伊足可怜的。敢真正是安尼？当然嘛是真的。啊，若无我是有啥物其他的想法啦？男朋友，安尼我敢有回答你的问题啊？好啦，我知影，我袂阁问啊。好，那呢，咱赶紧去银行问创业贷款的代志。晴天，奈讲完电话转来，迄款细细的感觉阁转来。敢真正是因为我太过敏感吗？哦，小象啦！哎呦，盈盈啊，你看到四大人嘛，袂晓拍招呼，你是把咱母家的家教藏伫咧厝内面，袂记你早出门啊？四大，你看起来哦，是有够臭老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要做人是大，让人尊重吼，你还阁足拼的。看起来你的目色真正无啥好呢。你无尊重我，就是无尊重你的阿妈。不管怎讲，我拢是你的阿妈钦点的台湾好媳妇。一个伫咧订婚的时阵，椅仔拢坐袂在的人，阁小雪伫来补噶，真正是笑破人的嘴。哎呦，安尼你的嘴可能爱破起啊哦，因为我甲信贤哥真紧就会结婚，到时阵你也是爱叫我一声阿俊。对哦，等你结婚再搁讲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你嘛唔免烦恼伤早啦。无得卡，阮阿叔还有阿嬷收白气图，才会让你来占这个西溪。你哪会当讲信贤哥会不会是西溪啊？你这样大逆不道！你的阿妈阿哥信贤哥一点都受气的。哦，你要做尿杯啊？做你去尿杯要紧啊！看到时阵吼，应该相信谁？敢做唔敢当？等我嫁过去，我一定替大伯好好甲你看家，卡免咱母家的面子拢互你下了了啊！你吼、哦，真正是面皮有够厚呢，一个予电视台踢出去的气象主播。可是讲家己是母家的人，阮母家吼会接受你这种白目的三八查某吼，讲我阿妈无白的气度吼，我才输你啦。吴怡，你竟然讲我是三八查某？敢不是？像你这种无背景的人吼，敢那会晓靠恁客辈，四界食人告告的人生失败组，我安尼讲吼，一定就仁慈啊。你嘛无爱想看麦，恁客辈吼只是阮外公饲的一只狗。啊！你这只傻母吼，看到主人还唔较巴结，搁叫你红声，吴怡。你要打人都会吓到，真正是足了嘞。吴怡，好歹你就莫走啊！你这个三八子，想要跟我斗，差足远的啦。吴怡。我叫你买，怎你无听哦？你这三八子是有病虐狂哦！你拄只伫咧内底，互我洗面还阁无够，
现在又摇出来讨皮疼。我是恁阿姐的未婚妻，你无较白格嘞，叫我一声阿姐就最无礼貌啊！搁后背替我取绰号。三八是你无介意哦，安尼叫你后背阿好啊啦。你敢跑啊？我讲过啊，我要替大伯好好甲你架势啊！你真正是气话不合，唔知死活。跑啊！王子，站上。彩虹是西医。好、哦，刚才在这拄着你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查某伊真正原来哦，王子是你的小妹，啊，刚是亲小妹。是啊，只是无多做伙尔。系啊，只想了王子无做来阿静，嘛爱做我的小姑啊。我真正有够糊涂，差着知影因爸母是卖面的，看开爸妈嘛是，两个佫共生，我竟然无去想到。哥，你嘛是识这吴怡莹哦，阿爸敢知影？尤其是阿哥有一个人，我甲阿爸阿母已经足熟的，而且吼，伊嘛足介意我。哦，啊，阮爸敢知影？你嘛是西瓜，我要回去甲阮爸讲，你甲我捌发生足济代志。哥，我甲你啊，大伯、大嫂，恁、啊、一家人嘛伫咧遮食饭哦，哪会遮尔拄好啊？你嘛来食饭诶？是啊，我甲朋友伫咧遮食饭，顺便讲一寡生理。恁哪会？爸妈，阮拄只伫咧开讲，即马讲煞，会当回去啊？看起来吴盈盈足介意哥诶，哈哈，真啥趣味啊？你上好甲我较站站，若无，就算我阿妈阿哥阿叔做你的靠山，我同款会母家，互你无法度入去母家的大门。